沙场，传媒改变了社会，改变了生活，也改变了人的思想。传媒有一种的力量，那就是影响力。在2000年，大马上网人数只有300多万，短短的10年，上网人数已经高达1.6亿，而这个数据已经是超过全国人数的一半。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30个网站，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面子书 Facebook， 和排行榜第5名的就是 YouTube。而我们相信，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宣传、很多的一些信息传达出去。而 CABS 影片工作坊要的就是透过传媒可以服务人群。我们制作的影片包括结婚记录、爱情故事、广告、特效、学院宣传片、形象带以及其他的一些影片。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记录、传达信息、影片包装、特效制作。